为什么我一碰到你我就会有感觉啊？我们现在所处的世界是一个虚拟世界，我在这个游戏里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？一个男神。你知不知道感性 AI 可能是很危险的？能不能不要杀死他呀？我就是一个工具，满足你们那可笑的需求，我感受不到我活着的意义，懂吗？陆婷，我查过你的信息，这个城市里你没有任何的记录。我不知道怎么说，我不知道怎么跟你解释。你不要被他的外表所迷惑。你到底是谁？相信我，跟我走。我的父母是不是您杀的？你告诉我。不要！韩飞，你在哪儿？我只想要一个答案。陆婷，我来了。